道哎、欸，错乱。哎，我们现在都管不动他了，翅膀都硬了，然后嘴他一下，他就说我又没有，然后说你不用生气嘛，我又没有生气。生气，他要挖附魔台，好夸张，好扯，好扯，好狠。然后我赚完这一波就过去。什么东西？国王的直接无情开炸呀，好扯！那就是巫术，就是我们岛话会有灵魂。对，没关系，这先你先不用管，就是等一下会需要的时候再跟你讲。只是你好的，要准备升级一些有的没的。嗯。哇，没钱，努力二我升哦，三真的要靠你们哦，我去守一下。的，哎，那是靠我，我挖到了。哦，小雨去守了，是哟。对对，我们继续挖一下。打完包包，嗯，挣钱，挣钱呐、啊！我们需要大量的挣钱、啊。我需要更多的钱钱。啊啊！我们真的是有够穷的、啊。对，我们穷的有志气。没有没有没志气，我宁可有钱，只要有钱就可以。志气算什么？我还是想要那个酷酷的钱。没错。不行，我们要穷的有志气就好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要。我要富有的没志气。你知道又在破坏，我换我去，换我去。我打他们的时钟键，我打他们的。啊，那你打哦，碎哦。对，是我是我。中间快有了，等一下我会去弄。去，把稿子强化一下。哦，他们两个人不行，我回家了。哎、欸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中间作乱一下、欸。快逃啊！快逃啊！锻造。哇，真的！哇，还在作野这两个。哎、欸，他好像没有那个、欸。哦，有铁簪，看到。哦，他们要一起去挖那个，旁边的附魔台。好。我们现在我也来，我也来了，但我只能用高打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哇，很痛，你倒了，没事没事。土司喵打你的，我先打他。好，有干掉土司喵，我干掉土司喵。波波血也没有剩。我虚弱，我虚弱，我虚弱，我绕一圈。好，来吃牛排。偷吃，大老婆。中间剩十五秒，哎、欸、哎，来小雨，中间十五秒，十五秒。好，我的稿子我有强化。好，嘿，走走走。不要不要倒，不要不要倒。好，我打土司喵。好，我吃一下，我吃一下。银行在哪里？哦，银行，哎、欸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挖不到那个。你说什么？可以挖这个，挖这个。啊，银行在哪？那个你也挖，努力三交给你。啊，银行在哪？刚刚还不看仔细，气死。还没吗？还没找到银行吗？那你先去弄努力，我跟他们打一下。喂。这样我直接不行了，我这样不能回去。还气音讲，哎、欸，很需要你们两个一起来努力啊！哦，我来了，没有主。他们现在去又在挖第二波喽，我暂时没办法，没血了。啊，没血了，又努力三。我幸运好了，我先去挖一下。啊，嗯，记得玲玲，你们的妆要升好哎、欸。偷的你们有流铁吗？忘记没啊？哦，好，有没有挖可以那个、啊、流铁幸运一波？有没有？好，嗯、对耶，我可以幸运一波。对你都忘记了，你只记得什么？你只记得要沾番茄酱，除此之外呢？我只记得番茄酱要买多一点。哎，叛变了，叛变了，叛变了啊！说下去，叛变了。原来这次还是有间谍，就是我。哎、欸，对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次要投你吗？哎、欸，两回事哎、欸。你跟我在、哦，这就两回事了。刚刚呛茄子的时候就是一回事，现在呛你就两回事了，双、哦、标哎、欸不是、哦、我们，哎、欸，这里有律法严格哎、欸。哇，这就严格了。超一滴哦。好，我看看，我把钱都领出来。对，来战斗了，拿他们当我们的钱财，从哪来用？已经放弃挖矿了，杀人越货比较快。没有没有，挖矿还是比较快啊。
攻击，哦，只能买攻击。其他也都买牛排。这个矿哦，连盾牌都还没有钱买，我们家怎么这么穷？我们家真的好穷哦，很难挖到哎、欸。我们家太穷了吧？我觉得有鬼。怎么穷成这样啊？哇，小雨直接冲嘞、欸！我为了五块钱直接冲过去打架。那你也是个狠人嘞、欸！哇，我们穷到五块钱要去，五块钱都要死的。来了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人来了，我看不到中间底下的方块是什么、欸、中间底下啊，就是一般的那个、啊。我重灯。石头、嗯。你看是透明的。对，显示 bug。哎呦呦呦！啊，石头石头好。哎、啊！哇哇哇哇！为了五块，为了五块。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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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滴。为了一滴。要钱了。哇！有有，我拿土司喵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他们家、啊、中间。那我要去找你们。哎、欸，你是国王，你是国王，你倒了会很危险。对，你是国王。就你还是以安全，对，你要先至少要有那个两个技能书哦，攻击、防御的也要有哦。像防护好你自己、啊。对，防御的话像是要无敌，攻击可能可以爆破。你是吴王啊？因为你倒的话，他们送回去就一千分，那很可怕。嗯。你的头值一千啊，嗯，这样子啊，他们可能会直接过去你旁边爆破你之类的、啊，这些都要小心。啊，了解。没事，我们外面还行。哇，我们国王都在努力的想要御驾亲征、哦，那反而是我们的队友有一个就不晓得在干嘛，一直只在找着番茄酱。麦当劳，然后把麦当劳番茄酱留下来。好扯哦，好扯哦。没有，我番茄酱挺好的，放在家里。你怎样？你都会跟他讲说，哦，番茄酱要多几包哦。糖醋酱多几包要钱嘛？番茄酱就不用了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现在不行、欸，现在有钱也买不到哎、欸，他不给买。哦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，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情？你是不是想要？你看，我还想买。你看，我们都不晓得，就他知道。我好想要糖醋酱哦！稳啊！哎，我什么都想要加糖醋酱，我有时候炸鸡吃不完也沾糖醋酱。炸鸡吃不完，炸鸡加糖醋酱还可以啊、哦。你说那个吗？麦当劳那种炸鸡加糖醋酱、嗯？你自创韩式炸鸡是不是？糖醋酱真的好难吃。极限运动，高度最高者。谁想玩？玲玲，这你该做事了吧？啊，要怎样？要怎样？一直叠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给你方块，我给你方块。你应该也够吧？你就是直接对，直接叠高，直接叠高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他们来砍我了，先等等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们家矿洞吗？没没，我在你后面。哦，你在我后面。他们刚刚、啊……你直接叠高，你直接叠高，你直接叠高，叠一格就好了。哦，他们真的很皮呢。他们是用炸的啊？他们刚那个超高的。欸喂，炸他一下！喂，我来，不行，我没有盾牌，我没有盾牌哈。是我来，所以我去买个盾。别那么高，等等是直接跳下去了。对你还要再更高，他们也是有在叠哦。好，我在叠了。他叠到最高会直接。好，你再一次，你再一次，来，你上，你听我说，我这里给你方块。对，来，我没关系，我给你方块。打完了，你等一下叠，你就看旁边，你不要叠到那一层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哦，好。对，然后你等一下摔，我这边有挖一个坑，你这样子下来一定更好。你就往后一格就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哈？我相信你一定懂我。好，合作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等一下会超深，庭院深深深几许啊，玲玲？哎呀，我好像有点害怕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你就看你旁边刚刚叠的、啊。你不要跌到那一格就好，你懂吗？我懂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已经到这一格了。那你就是往后退一格就好，我有帮你挖一个坑。我跳下来吗？现在吗？啊，不然呢？好，你就是要这个任务就是要摔啊，要摔下去。我死了。有，你看记录，好高，超强，合作，teamwork， 可以，好嗨哦，无敌了。哇哦，赚两百块！两百块，哎，两百块，
你要买块，我帮你赚两百块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现是什么？要分一点是不是？那我要去。难道没有我的功劳吗？哎，算了。好了，我分好，快出来分好。给他出那么多 idea 有没有？那还帮他挖洞，嗯，然后呢？要有受苦受难的。你看，那哎，智力活的他都不 care 了。人人都有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他已经开始炸喽。没事。哎，你通缉犯喽，你倒他们会大赚一笔，啊，不能倒了。那我要在家里面挖矿了。啊，你可以手加就好了。我先挖一点钱，我先。但你可能也要准备下一波，你还有一百秒，我们等一下一起那个中间。没问题。我都还没控附魔哎，家里玲玲，你可以买四个附魔台吗？好，等一下。至少四个附魔台也要有。哎，四个附魔台。对，附魔台是哪一个人？找一下。哪个人？欸哦，都是在哪？有一个是好像是卖书的嘛，图书馆管理员。他没有卖附魔台啊？有吧？你就给我看。他只有卖书柜而已。不是要买书柜吗？哦，对，书柜啊，书柜。对不起，我说错，我误会了。四个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卖了。Nice，小雨，中间准备。好的，来了。走，打架。哎，哎呦，很爱打嘛！土司喵，又不要，很爱。睡。哎，这样好像不行嘞。还一分钟。你书柜放错的话，我们也是不会对你怎样。不会啦，只是我们可能会有点小失望。对啊，有点小难过。不会，不要难过。我还会继续放。喂，不要打哦！这样有吗？有，没事。哎，中间还有一段时间。好的，那我这边先挖一下。应该。茄子，你等一下可以。附魔台要再挑一个。好，他们使用巫术。幺零呢？我直接挖附魔台会可以挖。附魔台不行，不要挖，书柜才可以挖。挖一拳。他飞走，碎。茄子，你跟你讲，你等一下要买一个国王技能哦。好，国王技能输了，雕石。等一下，你选的时候再跟你讲，买一个保护的。我已经买国王技能了，教你的。你要学一个是保护的，忘了叫什么，我等一下帮你看。我先挖中间，这比较重要。身上只有真碎的。啊！你学征税，你不要学征税啊！那是拿抢我们的钱的，我们都这么穷了，你想一下呢？你要钱，我们给你啊！你再你再买一个光技能，然后可以学重置，把它重置掉。对，是吗？再买一个光技能书吗？对，然后因为你已经征税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那你就再买一个国王技能书，然后先点重置。然后等一下要学的，我帮你看啊，叫做什么？国王技能保卫。附魔台好了，你要学保卫。保卫。对，那个小雨，我先回去附魔一下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去偷啊，他们应该好了啦，打好了啦。他保卫的话，就是你附近的建筑物，他可以把它修复，很赚，嗯。因为建筑物被挖掉会被破坏嘛，外面的那个合成台那边你可以去把它修复。哎，他们三个人来哦，啊，玲玲去帮忙，玲，我来了，出征，我来了，我保护你。方法有那个，茄子也来一下，哎，这里先不用，这里不用。哎，没事，我替你帮手。Bobo 在挖的那里，你直接用技能茄子。这里，再用技能，用你的光技能。后面那边直接用技能，直接用光，光技能直接用。哎，对，有没有？全部都修不起来了。对，没屁用。等一下，我们说要修，就是把这里修。小雨，我一样先回去哦。好。啊，没有头颅，茄子的头颅打不掉，那他们头。那个三分钟后，它会自动消失。哎，阿波又用爆炸。哦，好，可是你好像没有掉那个给他们的。嗯，哦，
通气的、啊。说前面通气哦，你早就已经死了，就是、你早就倒过了，很前面，更前面。原来你早就让他们赚钱了。没错。好扯。还好吧，我只有他们，我只有去他们那边赚钱呢。哦。爆破是怎样？有点忘了。爆破就是你原地直接大爆炸。啊，我你自己不会受伤，你不会受伤。哦。所以就是可以快速的炸你旁边的人，很方便。嗯。可是你要记得要尽量都是零距离去炸，所以他们如果贴你，就会、啊、你就可以去炸。我先附魔一下哦，所以你可以小心。Hello，不过你也倒过了，所以你没差了。没差了，我已经不紧张了。你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啊，李明到底何时可以帮忙？我可以帮忙了。等等，我附一下我的那个盔甲。啊，要附要附。